Hello 大家，咁今日咧，大家睇呢个影片嘅开头嗰样嘢，已经知道我今日要做啲咩啦。咁就系呢一个嘅 SM 嘅12咧出咗呢一个嘅国际版嘅实体卡啦。咁我就想抽嚟睇下嘅。系啦，入面咧就今次呢一个系有少少特别嘅，因为有一啲卡咧，有啲卡牌咧，佢系连埋人物一齐出嘅，即系咩意思呢？即係一隻精靈，除咗精靈本身之外咧，仲有佢嘅訓練家或者係同佢有關係嘅人嘅一個嘅卡啦，係啦，咁我都想有啲好想要嘅，咁啊而家即刻開啦，好，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有啲咩啊，好，我哋嚟啦，咁我多數咧會喺度打個交叉啦，因為呢一個咧係我喺呢一個惠康啦做嘢嘅時候一個嘅技巧，咁打個交叉咧，咁你就開得方便啲啦，好。其实都几靓喎，一盒系一盒系几靓嘅。好，咁佢如果拎出嚟买咧就系咁样样啦，啊咁样，然之后点样摄啊？睇先，摄嘅方法系咁样摄落去，啊系啦，咁样你就可以拎出去买噶啦，我成 pack 咁样啦，跟住就喺度自己喺度抽啦，抽到嗰啲咧就系你噶啦，如果抽到好嘢嘅话咧，咁啊非常之好啦，因为一盒里面咧其实唔系好多好嘢噶咋，系唔系好多好嘢？如果你喺二十呢度應該係幾多包？我睇下先，四五六 ，OK， 咁我哋嚟啦，先開第一包先，各位。好，咁我照舊都係就咁開啦。Open， 好啦，魔加曼啦，第一個魔加曼，小星雲啦，小科馬，椰子蟹，跟住呢個個鯊魚，呢個係Ultra Beast Discard 可以做多十个伤害，好，大概唔知道讲咩啊。好啦，呢个冇特别啊。咁呢张系绿色嘅，咁最特别嘅话就系头先闪嗰张啦，呢张 item 道具卡嚟嘅。咁实际有咩用途我唔知啊，因为唔系好熟。好嚟啦，第二包，其实都几爽咁开。以前呢，即係如果你正常呢就係喺铺头度跟住揀啦，依家唔使揀，直接開，因为已经成包係你嘅。好。咁啊，天鹅臭怪啦，烂泥兽啦，熔岩虫啦，跟住呢隻係灯笼啦，跟住后面仲有一隻嘅小星云啦，都係呢一隻係泥偶巨人啊，呢係泥偶巨人啦，開。好啦，冇啦，化石嚟嘅。好 ,OK, 冇特别啦。其实我都想分返，因为呢分返好囉，物品还物品，跟住重还重嘅能量还能量咁样分。因为呢如果咁样直接分埋嘅话呢，其实係好睇啲嘅，係啦，咁我摆好啲先。咦，好似影唔晒喎。跟住呢度道具啦，呢度精灵啦，呢度卡号其实摆埋一边都得啦。好，跟住精灵一堆。一次我分晒啦，费事一阵间我完咗之后再分。其实呢啲系几靓嘅，我觉得系有啲靓啊呢啲，好啦，同埋你一摸落去咧，好有质感啊，好有质感，好有好似好有份量咁嘅。好，头先嗰张系行路草啦，之后就系拉鲁拉斯、沙耶娃啊，沙耶娃我冇记错，海豹球、木棉球，出咗嚟啦！呢一张系啦，你见到呢？佢系用煤炭龟同埋呢一个叫做唔系好记得叫咩名啦，就系火系管主喺风源地区嘅道馆管主嘅管主啦，呢个系非常之靓嘅一张卡啦，啊成张都闪闪地嘅，好，跟住冇啦，下一张就系马夏多啦，跟住降啦，好啦，冇特别，好，再分，好，岩石啦出嚟有，咁我哋睇下呢一个系咩啦，绿色，哇好绿啊今日啊！好啦，呢个系马骝仔海豹球，海豹球有闪嘅，同头先嗰张其实一样样嘅。下一张沙耶堡啊，啊冇，呢张系 Tag Team 嘅古之马同埋阿拉啦。好，冇特别啊，清啦卡有张白色，睇下有冇好嘢啦。其实我最想要的就系迷二 Q 嗰只啦，希望有啊。好，嚟啦。呢隻係勇士鹰，勇士鹰嗰隻細隻啦，马里路啦，行路草啦，拉鲁拉斯啦，应该下一隻系嘛？假噶，假嘅，
哇，真系好假，大佬，两张一样嘅、哦，咩 事放两张一样嘅喺一齐啊？两张都系呢个电龙、哦，啊，黑嘅电，两张一样嘅闪啊，好嘢！小弟甘拜下风。呢系咩色啊？睇下先，绿色，好绿啊，好绿啊，冇特别啦，应该系嘛？你头先闪咗抽走咗，阿罗拉穿山王，阿罗拉穿山王啊！冇特別啦呢啲，有張 tag team，tag team 嘅 support 啊，阿 Red 同埋 Bull 啦，OK，仲有隻暗半戰獸，屬性空啊，屬性空啊，OK，咁今次嘅閃卡就係穿山王啦，跟住其餘嗰啲就普通嘢啦，有一張係 support 卡啦，綠色，不如綠色我哋直接開晒啦嚇，哎呀，超能力，哇好多超能力喎，哎又埋二 Q。啊！呢张我都几中意嘅，迷 EQ，迷 EQ 放入喺闪区嗰度先，迷 EQ 正啊，迷 EQ 正，好似感觉上呢，前同后都冇乜好嘢啊，唔知可能系可能每次都唔同啦。白色今次喎，睇下有冇好嘢啦，抽多张添，小星云啦，用岩虫啦，鲸鱼王啦，Tag Team 嘅头先嗰张都有啦，下一张，哦，莱克洛芝麻，莱 克洛芝麻冇啦，系啦，头先嗰两张，呢就系所谓有啲人话系假白啦，就系咁啦，呢张有闪，但系好似唔系好影得到，我影到啦，跟住呢张都系啦，呢张都有闪嘅，呢张都有闪啊，好。绿色，哇，好绿喎！今日真系抽啲牌，即系一开头开嗰啲，得两张白咗，好似系嘛？好似系得两张白咋？哦，呢张啊，闪就系呢一张嘅小星云啊，其余都系冇咩特别嘅。好，白绿色，冇咩好嘢啊？开晒啦，绿色，烂泥，烂泥扶唔上病。毒气双子喎，好，好啦，又系绿色，好，呢个熊仔啦，四季鹿啦，毒龙啊，哇，毒龙呢真系唔知个情况点样啊，毒龙，好，波加曼。呢只波加曼，呢只嘅帝王企鹅咧，佢系好似系新牌嚟嘅。咁呢一个嘅，我有听讲咧，第一招技咧，佢系可以拣翻你前一只进化，即系呢个波王子嘅一招技能，系啦，好似都有80攻左右嘅，系啊，非常之劲啊呢张，非常之劲嘅卡啦，嗰、那个牌好似系嗰个牌组啊，古拉多牌，葛优卡牌组啊，葛优卡牌组有呢只嘅企鹅嘅，开始越嚟越劲咯，啲牌组，之前嗰啲就比较可能冇咁劲啦，对比之前嗰啲就。又系绿色，好绿喎、哦！究竟佢啲牌系点样制噶？有张水莲我见到，啊水莲呢张就系水莲啦，好几靓啊！其实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我系见到呢一啲嘅卡咧，所以我就想抽一抽呢 SM12，其实真系几靓嘅成幅图吓、啊、水呢、這个系水莲嘅，同埋约丁鱼嘅100% 啊，系咪100%？定我唔记得咗佢触发条，好似50% 血啊，50% 血以上啊。就可以变身，变翻做呢个完整嘅形态，系啦，完全体。绿色，好绿喎、啊，真系，点解咁绿噶？穿山鼠，下一只灯笼鱼，哇，好绿啊！点解会咁绿噶？睇嚟我真系要分开买啦，如果再冇啲咩靓嘢嘅话。未睇咩颜色，白色今次机会嚟啦，飞云系嘛，一讲完就嚟啦。毒龙啊呢张，下张比加超，下张阿曼犬，再下一张。Oh my god，小池收一池怪，冇啦。咁就有张 Tag Team 嘅猫，同埋呢一个嘅水莲啦。白色又系绿色，有冇咁绿啊？毒气丸、潮不被、
雪童子、蓝狗啦，我朝北鼻嘅，好啦，冇啦，冇特别啊，朝北鼻，数一数先啊。1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 已经抽了15了，已经是一半了，一半一半的卡包里面呢有这些了，暂时都没什么好，放错啊，不是，啊，得这些，我觉得最漂亮都是这两张，这两张，这张煤炭龟和水莲这张 OK 好了，中途休息完毕，中长时间完成了，完结啦，系时候你攞下半场啦，15包，绿色，我嘅心情，我个心已经变咗绿色啦，个心已经睇到，哇，系圈圈红啊，圈圈红应该比较少用啦，老实讲，今次系咪白色啊？绿色真系有咁绿咩？我而家净系撞到几多张绿色啊？一阵睇下先，唉。唔系几多张白色啊！我唔系想要绿色啊，各位。丑丑天鹅，丑小鸭啊，唔记得咗叫咩名啦，已经。好，冇特别。17包入面得3包白色，我净系开咗3包白色。咁依家就睇下剩低嗰啲应该会有白色啩，冇理由一包入面得3包白色咁恐怖嘅。好啦，嚟啦。好，等等啊，好嚟啦。又是绿色，唉，绿色不看了，直接来了，哎，又多张迷二 Q， OK 啊，我挺喜欢迷二 Q， 跟住有张嘅地鼠啊，地鼠，跟住其余嗰啲啊冇特别，白色又白啦，终于来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中段，我发觉是中段位开始有嘢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下次买中段位先，来啦，差不多啦，阴色术下一张。下一张，下一张呢只嘅捷克罗姆同埋雷希拉姆，啊，捷克罗姆同雷希拉姆嘅 Tag Team Tag Team GX， 一张 GX 我开到 ，OK， 系呢一张就系嗰张 GX 啦。呢张嘢我记得喺线上版嗰度可以换好几十包，好几廿包嘅卡包嘅，系啦 ，OK 啦，系咪几好啊？啊，终于见到有。一张 GX 啦，呢、這个系咪都系白色呢？绿色，唉，真系唔好掂喎，系爆几蚊啊，已经见到傻鸭，哦，呢啲唔记得咩名啦，爆几蚊，下一张，哦好，冇特别，好啦，冇特别嘅，白色，又系绿色，咁绿嘅咩？绿尾阿罗拉，岩狗狗，跟住呢只系玩具熊。换牛熊啊，唔记得咩名字，木木 Hill， 我食大王，好啦，冇特别啦，诶，有张 Tag Team， 有张 Tag Team 竹篮同埋呢一个嘅四天王，唔记得咩名字，好呢、這个白色嚟啦，系手嚟啦，夜骷髅呢只嘅呢只叫咩，唔记得叫咩啦，呢只好差唔多啦，下一张就先，诶，我见到啦，已经见到条边啦，啊，见到条边啦，各位我。睇下啦，各位，属性空银半战兽嘅 GX， 跟住上一张系格斗龙啦，仲有冇啊？下一张冇啦，没有然后啦，跟住已经啊 ，OK， 诶、欸，又有多张迷二 Q 喎，正喎、啊，呢张迷二 Q 同头先嗰张迷二 Q 唔同嘅，如果开埋嗰张全套嗰张就好啦，我就系想要全套嗰张迷二 Q 啫，其余嗰啲暂时唔需要住啦，啊，暂时唔需要住啊，白色。啊，开始嚟啦，白色系嘛？即系其实可以话系后面嗰度系多啲嘢噶，我觉得下次我就净系抽后面。好啦，睇有冇好嘢啦呢度，来两张 GX 啦。好，下张，唉，系咪假嘅？我见到啦，唉，地鼠闪咧就系地鼠同埋夜夫，夜夫罗我记得好似还可以嘅，啊，夜夫罗个特性咧就系话咧，你可以寫起啲牌，寫起三张牌。如果你寫起三张牌嘅话咧，你可以揾一只进化佢嘅，系啦，即系话咧可以由呢一个阶段直接进去下一个咯。如果你卡极都拎唔到，或者抽唔到嘅话，咁你就可以选择做用呢个做法啦。白色又系绿色，好唔使睇啦，咁样
啊，波加曼，波加曼，小光波加曼呢张啊，几靓啊呢张，呢啲系啦，就系、是、我要嗰啲啊，但系冇迷二 Q 嘅，迷二 Q 咧，哦，其余嗰啲就系啦，冇特别啦，其余嗰啲都系啲牌，都系啲宠物牌啦，冇咩特别嘅宠物牌，白色，都系绿色，啊，有冇迷二 Q 啊？冇，炎帝啦吓，炎帝，跟住冇啦，冇特别，冇晒啦，咁剩低嗰啲可能喺度啦，啲白色系啦，因为依家暂时净系开咗大约五张白色噶喎。应该仲有多啲嘅，我相信唔会咁少嘅，得两张 GX 咁少。嚟啦，白色，白色嚟啦，各位，好啦，我哋嚟啦。好，小星云，熔岩虫，嚟啦，伊贝，下张，下张，下张，火神虫，火神虫，我唔知道好唔好啊，吓、啊。但是火神虫应该唔知道啊，系啦，火神虫唔清楚，普通闪版嚟啦，白色、绿色，又系小星云闪啊 ，Tech Team，Tech Team 嘅 support 呢两个系呢两个，哇，真系唔识呢两个，呢两个系边个啊？冇乜印象喎、啊，真系阿瑟罗拉 ，OK， 白色。啊嚟啦，开始白色嚟啦，各位啊，雪童子啦，第一张，跟住系啊毒气丸啦，好地鼠，妖精嘅草属性嘅音色术，好嚟啦嚟啦，喂蒙咗啊，等等啊，好嚟啦，下一张 GX 嘅波波球同埋呢一个嘅长耳兔啊，长耳兔啊。好、OK， 咁啊，其余就诶、欸、有张火神虫啊，有张火神虫，绿色，哎呀，古拉多，冇特别啦，古拉多，好啦，圆珠，滴珠，诶未睇咩颜色喎、啊，白色，白色嚟啦，太阳蛇，暖暖珠，穿山鼠。诶、欸，呢张系马纳飞啊，冇记错，应该唔系影一只啦。我哋睇下下一张咩啦。诶、欸，下一张系，哇，点解又系火神虫噶？火神虫嘅意思系叫我玩定咩啊？点解有两张 GX 噶？真系，唉，啊，你啊，全力。有冇人有兴趣要火神虫呢？啊，有冇人可以同我换？有白色。啲白色睇起嚟喺偏后面啊，系啦，偏后面，感觉上啊，下次我就再证实俾大家睇系咪啦，下次我再抽十包啦，好，嚟啦，下一张鲸鱼王闪，有冇人玩鲸鱼王啊？哇，佢啲能量都几麻烦啊，要三个，一个水，两个双毛，即系三个能量啦，三个能量就打九十，咁啊四个能量，两水两毛咧就140血，一百扣二百140血啦，佢自己就200血。跟住呢係应该有啲难嘅，有啲难玩嘅。不过都唔係嘅，其实老实讲。諗下先。啊係有啲难玩，因为佢水箭龟啦、啊、大家如果有玩呢个 PDCG 嘅水箭龟牌组呢，佢係可以分配水箭龟可以分配啲能量俾人嘅。咁佢係四粒珠就140啦，但係水箭龟係三粒就打150啦。啊呢度好大家差异，下一张。噔，哇又係真定假啊？点解又嚟嘅呢张？啱啱系咪呢张嚟噶？等先，我睇一睇先，呢张系咪唔同噶？有啲不妙喎、啊，点解咁全部一样嘅？呢张系咪出过噶？呢张咪出过噶？系咯，顶两个都系出有两张啦。唉，点解双火神族双雷希拉冇噶？真不得了，各位，点解会咁噶？咁多相同嘅，好倒数四包，各位倒数四包啊！唉，唔知点解好伤心啊！啲 GX 好伤心，唔知点解系可以重复嘅。白色嚟啦啊，开始重头喺后面啊，各位，全部前面嗰啲全部都绿色嚟嘅，真系我下次就净系买十包后面嘅。嚟啦，下一张投球后有一张，喂。
呢张系 Tag Team 嘅，哇呢张都好贵嘅，记得呢张系 PTCG 嘅线上版里面都系买几十包嘅，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啦？呢张好似系，定唔知另一张 N 嗰张？咁呢张就系阿尔宙斯、大牙卢卡同埋帕奇利欧、帕奇帕，我唔记得帕咩？呢张啊，呢张几靓啊，唔凭佢个能力，但系呢张系几靓嘅。呢张系咪所谓嘅 wing？ 应该唔系 wing 布啊，应该唔系 wing 布嗰只。哦，几好，唔错啊 ！Tag Team 嘅小夏、小夏同埋阿科拉啊，科拉同小夏啊，第一张依家夜俘虏啦，都系绿色啊，系。哎呀，呢张是嘛？呢、這个柳木遥啦。其余就冇特别 ，Elika 系 support 卡，应该系咁大啦，我冇咩好嘢啊，都唔系冇咩好嘢嘅，系嘛，唔系冇咩好嘢嘅，都还好。Last two， 最后两包啦，各位，会唔会宝物寻龟底咧？呢度系差唔多系尾二啦，你当系呢一个排咗最后嘅头嗰。四包左右，因为头先我临尾嘅时候呢度抽咗两包三包到嘛，咁所以呢度大概嗰个位置应该系喺差唔多喺尾四左右咯，马色嚟啦各位，小奇怪，伊贝纽拉妖精，好嚟啦下一张，哦冇啦，夜黑魔人又有张 energy 啊，好冇特别。闪嘅海底捞月，睇下嗰啲好嘢先。最后灯白色嚟啦，利亚沙、利亚鱼、灯笼怪、马里路、勇士鹰，下一张。咦？呢张哎啊 ，Elika 嘅 GX 啊，霸王花 GX。好，咁啊睇下后面嗰啲啦。后面嗰啲系冇要嘅迷二 Q 嘅。系冇我想要嘅迷二 Q 啊！哎呀呀，应该系有迷二 Q 嘅呢度，但系可惜抽唔到啊。咁啊，到时下次再抽啦。咁下次我将会咧系拣呢个牌组嘅后中间位置啦，拣右手边嘅。我下次净系拣右手边，因为多数好嘢都系右手边啊。啲衰嘢都唔算衰嘢嘅吓，冇咩好嘢咯。左手边同埋有两只火神虫。OK， 咁啊俾大家睇下闪嘅嘢同埋 GX 啦，咁呢度再分埋啦 ，GX 有霸王花 GX 啦，有张帝亚鲁，有张帝亚鲁卡、阿尔宙斯同埋另一只帕嘅 GX 啦，双黑白嘅黑白龙啦，黑白龙加 N 嘅 GX 啦，火神虫啦，波波球啦，同埋长耳兔啦。呢张又出现过火神虫啦，老市常出现啦。跟住呢一张，呢张唔睇啦，唔系 GX 嘅。银半战兽 GX， 再出现过位 N 啦。仲有冇啊？系啦，冇啦，冇 GX 啦。咁啊，呢啲就系嗰啲嘅闪嘅卡啦。好 ，OK， 咁啊，今日开住咁多先啦。咁呢一度就系所谓嘅 GX 嘅卡啦。即时卡，再重温一次啦。N 嘅银半战兽、火神虫、长耳兔、火神虫 N 嘅阿尔宙斯嘅霸王花啊，系啦，系咁多。咁啊，今日呢一个嘅 PTCG 睇人抽卡最开心嘅一个环节咧，就去住呢度先啦。咁如果中意我呢条片啊，或者想，鼓励一下，我话其实觉得，其实你根本就系欧洲人嚟啊，抽啲咁嘅牌，咁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嘅，话俾我听啊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记得咧未订嘅话，帮我揿个订阅，中意嘅话俾我 like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